分享，当然也会落在以前，也会参加政治评估。所以你都出现情况，你做你们处理和解体的感觉出现的问题。所以你我跟你讲，上尾都是在看明白，伊都集团处理呢是比较好的，就是没问题。你我我是到接车去啊。哎呀，不要打着车去来看，不要了。我自己家庭都怎么处理困难？看到人家个人爸妈身体不好，看到你个地方这个地脉啊，那些啊都照顾吗？我讲你尽量话是因为你做你光正，你真是电话你个职责，那么光正都第一台了，你真照了光正做点咩啊？那么只要在车因为我个道理打了，遇到这里根本就通。所以呢，上尾有些经验。一当听到这声音，伊的反正是也是把家己该收拾就暂时搁到一边，还是做了啥呢？上尾差不多无难的嘛，伊只要参加一个代表，给伊个带上这个拜年过节，伊做了头啊面都落头啊。哎，是只猫。哎呀，我其实去这个地方面，那我伊个头的应该但是可能但是多一次头，多一次头是僵尸。多一次头呢，其实是我夹通人，但是因为我是西头。就算还可以考，不然总不如你还能够考虑。说对不说对不说，大家说考了，我们没得考得打。这东西是为什么而已？那你讲到一场，这样子好的，真的不能老浪掉在这上。你听懂了？我听听懂了，我先讲。其实是经验呗，这个经验在在教的。东西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给老师。这就是咱个，咱就去请去。我从前面做平时地方，你都平常那个，平常无来做，你就来做嘛，好嘛。那你照了我平常面就出面啦。一旦叫我职工咧独克生个，你来闹那个生病，我先无去到，你来到都无人好照顾。你来到都等到，等到都尽量清楚，我呾该同请请去。我呾好啊，你我非常理解个啦。我呾我非常理解你今日出现情况。伊啊，人啊是人家欺负我啦，咱无做个欺负袂过啊。因为光正的时候才能慢慢方便交代，所以最后其实是打到打死我嘛，因为我就是大道理嘛，因为光正就是相对嘛，是那我要做事，能光正做咩做咩去，然后你方便来做，你做你听讲，能光正做啲方便至少啦。那我最后呢，伊还是伊到我面前留了墨汁，还是墨汁切到都上上开嘅样子，所以以往是成个。我建议大家唔接了就声，对一窗，对所有几家大家影响，一定不要讲，多谢多谢。现在每电视领导组去个晋江，好多后部就可能是会忙在个公司。会有五层嘅学历忙在。你好唔在呢？你好唔在？你好唔在？去领主工领，直接五层到舞台，五层是不综合的生态。那哪怕这个是一个拍照站，你往这。该照张背着肉行出去，台山个去迎出去，光正看到拢无看到这个点啊。等等，真其实真正我坐下，甲恁就就坐起甲，以及这个面对面，面对面，所有个工作人员，恁其实呢是要为团块着三方面做了一个比较大个事。我会知，恁请了一通好侪个名人来着，面对面对面，加上也光正啊，认可你技术，所以呢，即我个听到。现在你做生意呢是非常难领可贵的，所以我也要建议大家对于能做生意的遐个表示感谢好吗？多谢多谢多谢。其实来打过真心话，就是因为有时台湾过节真系落雪，所以因为听到过个毛故事，家己当真系平易所感动。无你呢就无电影，现在个存心个鸟个会变。咱再出来，以前你个介绍，多谢导演，多谢领导，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坐下，好了，那就这个，大家继续来听，听到没？接下来是广东这个一群的，陈伟强，甲宋威来合唱。
下腔的开，福星加声闹。一定会做一个无边框的哈。微腔也是我做一个，做一个紧张的配戏，伊个做我个安。只要是在下乡，是准备是做我个案。新鲜来哇！我请新鲜姐派。我请另外呢，就一群打工个戏，也是属于红地个做个。许多啊，领导李创正啊，张李正个培养个，我渐渐超担心自己主干。请我许多多学习许多进步当啦。看其他的微枪来做那个名菜名著名嘉宾啊哈！现在请咱苏南红姐来个客气啊，请微枪给他送过下的客气给。福音强盛老，接下回音。
代一十三区名车面对面送来，坐准车播送到几个广告之后，欢迎到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在八十三区名车面对面上麦，到刚刚的动作阶段，那是个朋友们就去了解了演宋梅老师一段台中幕后的直线故事。伊是正年迎合这一个行当，当初伊又是做什么生意的机缘之下接触了叠加，其实到这条叠加的艺术道路前，伊是得到了学在老师的指导。那么分别又是什么老师赋予什么生意的深刻影响呢？接下来，快乐继续收听，在八十三区名车面对面争麦。生活生不久，来听心情秀。了解会点，我们当助手。名车面对面，名车面对面。名车面对面。精彩来加映，今天的观众朋友，新竹的听朋友，这个今天已经是咱台北的三区名车面对面活动现场，我是秋英。大家好，我是林海。也刚刚咱家无些朋友也是为送我上一个机会啊，要今天得了机会之后，然后或者老板伊人先送我送我，对啊，不管碰一个机会，就伊人接待来上来。
要有人家爱有呀松果呢，上集八宝，欢迎人到八六三七名车领松果。今日呢，到就上集八宝呢是第学龄先生一个八宝，我好之后念咯。伊呢是第九呢，现任双头市文光新杰的副局长，当时还是一位做画家，是中国做画家协会会员。双头市做协副主席，伊呢一个企业关心青年委员的发展，所以二百字呢是伊对省委省业的一份祝贺。伊呢写呢是叫做回馈乡镇口腔来。哎呦，可是就是打做省委，今日到舞台顶打来就同心声吼。非常感谢啊，学龄兄，伊对我个鼓励，直向来对我个支持拢是。今日有来兴听无？有无？无听来所以靠人生了哈。哦，非常感谢。陈辉啊，你只差打啊微听啊吼，是了喜当打当个，获得金奖个，都不喜当个先生。又唔知形式做当个先生，又是咩生个？今日有老平爹喎，我你又知，我你又知，大家开门。我是到着急吧，抖音方面啊，今日非常欢喜啊，非常感谢。我把只送过来，就讲来就几多大龄朋友，因为我家来有两龄朋友一个大一个小，送过来是大龄朋友。你应付不清哦。抖音就是小龄朋友。大龄朋友边来参加这个明星面对面呢？我小帅就感谢赵英，感谢一记明星面对面正界林做界所有嘅工作人员。因为直接以来都非常关注条件，非常关注对阿宋国推广啊，非常在。为什么呢？就是咱宋国是家己家乡人，也是潮州人。到此讲呢，我也是感谢潮州的白老乡亲，因为我娶了一届非常命的潮州老婆。大家都好在能写出潮州真命的原因哦。潮州家产品是最大的。那老家是讲？我照片啊。你也是潮州的。也是潮州啊。因为其实到今天罗丹应该。你罗丹是不是当黑啊？做当班啊不？我呀。就可能是读书的时候，罗丹是插啊是。我唔敢。然后啊。那你罗丹可能是插啊？那所以做这个蒙多来靠一下好不好呢？因为我感觉啊，就是罗丹啊吼，因为罗丹都是红的士，白的都是错的，对就无机会问一下蒙多，本来是能的。红来时就蒙只蒙多，妈今日就等只蒙多来抛公伊人好冇，我硬要伊好冇。所以平时比较做。人讲咱公公唔在做呢，会记比较做来偷钱，偷来借金咩就好借，偷来借金咩就把他借，就再一扣我有借我把你我扣伊。这个平常那个师傅零晒直接通，偷来那是攞那个面可以吃到。啊，林海浪姐吃东江。哦。唔知把只林暖平要来隔离。东南蒙啊蒙多就是。你我们爬青的两位是什么街？爬青新屋是什么街？没想到是啊。后来不听职业。职业呢？写罗老师说两声答话吧。写罗老师说两声。罗老师，罗老师写哪个字出来？什么叫做哪？你哪个答话？意思也是。好奇怪哦。罗老师的答话是爷爷。爷爷。不要送过来答话。没，一首歌声，一首歌声。伊肯定是咱是属于类似一个物件学士，学好是一个石头类似这样物件。确实，阿明，我为什么这样讲哈？就是咱钓竿呢是一届非常江西界，当咱钓上非常传统的一样物件。重点是钓竿呢，因为钓竿人往走到了一边。哦，不然是因为铁竿，另外咱就是气候性。
所以有一群同学生，后来去整个乱青，所以就会第一日来就是是了就会加青怎么啦？是，总部的同学呢是德国是工。他这个是日本人，还是头头一个？二是他一到了，这个石头都没那个声，你把这个灯石头。你把这个一根石头三公里啊，是他到头一到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到底一几个石头？是啊，这个石头就多少？那这里是？我个垃圾喂！油瓶垃圾。我问你，打这个石头呢？打哪个字？当时我老娘是因为是他自己他当还是庄养嘛，自己庄养老娘是把做不是当下，等到自己做不长乱的时间，老娘伊就多，也叫庄养内部啊内部多了这个石头，哥们，已经个孩子他就辣辣的这样，就是说垃圾，我所以这边抄了就成更辣更辣。一直到这个街上哇，所以这上啊，每家就上这个街呐，那就是因是这个阿将做的，就是这个街头的，就是讲是。那不会光个哇，他明明记错一个，哎呦，还记错狗哎，也是讲我上完弄成又要做错。这个时候我感动了，我的，这个时候我感动了。哎，这两只螳螂啊，加上不多，无米包啊，无啲什么就是爱生子。好啦，等下推下台子，留红堆。像我们南南所以是广东来的南南南的理由是因为是这个呢那这个就说来可以在总归来的话好不好是公主来的话他是来不来不平台海基海基来不来到平台哎是啊就到底是这个会吃我哎是啊